这不带杜安顿被他这 A 两下，还是有点受不了的感觉。 下版本海妖确实很强啊！就等到下个版本，基本上不会去出破败了，都是无脑海妖了。他要到三级了，我们退一下吧。没抢好剑啊！让他抢到三级了。 他现在已经不是抗性了，他现在已经改成跟其他服务器一样的了。你重新上下游戏就好了。他没学 W 两级 Q 技能，他也是杜安顿，所以他被我出两下，他也受不了。 OK， 换血优势，要死喽！哦吼！打点血回来就算了呗 ，Q 到应该能杀，没 Q 到就算了。 这个 Q 像是在故意挑衅我，我嗑药了，你怕不怕？不死，哎，死就算了，全部两刀就砍死了，还好，差点就输了。 让打野吃点经验吧。赢了，你记错了。 我峡谷之巅16连胜了，可能。他 TP 怪好了，我们得毙了，直接在这里皮卡打断不了。 不是你，你是怎么能从草里来蹲我的？杰斯，想什么呢？老老实实拿 Q 吃兵不就完事了？
关了。还好他没大招。蹲一下他，来找一下他的麻烦。等一下左翼，蹲一下杰斯吧。当我们的灵界碰面时，好邪恶呀、啊！本来是来追莉莉亚的，莉莉亚走了，那就带他死吧。动手！喜欢胶粉，哎，喜欢胶粉，喜欢胶粉，喜欢胶粉，差点两个都杀不掉了。上路那个塔给他吃吧，我要吃中塔了。你还在这里装逼是吧？两刀砍死你小子！哎，跑路吧。杰斯重新连接了，杰斯，那我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啊！峰哥来了，撑住！动手，动手！先杀卡吧，这个 EZ， 哎，通通两刀。钢铁烈风。这是谁？是你吗，杰斯？威古斯。有的时候，我也忘记了这面具之后的真容。你说莉莉亚敢不敢来这找我？我这不应该直接去中的？那来带了就带了吧，那就把这个塔给带了。让他跑掉了。
他上把吃我分，没想到他的走位还挺好的。不想杀这个卡玛，卡玛不值钱啊。 下塔没人守啊，那咱去吧。开撞！ 没想到吧，也有水银，以为能把我睡倒是吗？我只给我家熊宝睡，不给你这个小鹿睡。